第一次见林一太帅，然后不敢看他，封杀我。那接触到这个本子的时候，你们对对方的互联网印象是什么样子的？你先说吧。互联网印象，就是还没有见到本人的时候，我反正我第一印象就是未来。那现在的印象呢？喜欢那个电影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现在千灵啊。千灵，对，千灵，千灵，那第一次见面呢，跟自己的互联网初印象有区别吗？我一开始对他本人的印象，我是一个未知数的，然后我以为会是那种比较温吞温柔的那种。你觉得未来是温柔的？不是，我以为你本人，那见面之后发现他是很直接、很飒的这个重庆妹子。那野子呢？我。你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，就是之前我不是采访说觉得第一次见林一太帅，然后不敢看他，他后来还给我发微信，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还给我发了个问号。刚给你买了 iPhone5 你就要 5S 捧杀我，看别人有了